该的。我不知道。你也没见的，赶紧再来去。又是一个清晨，哈哈，又是6点起来，今天连续这几天拍哈，好累呀。那今天我们去宁德，哈哈，去拍摄一个同学的聚会。我这是什么 XGQ 是什么烟啊？豆腐说戒烟戒半天还是没戒哈、啊、还封我烟了。这什么酒店啊？宁德万达加华，这宁德万达加华大土豪酒店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下午是先到新市庄。好冷！你是哪里冷？我是地球的。再来喊一遍。同学你好。哎，现在差不多中午了，啊，拍完，现在回酒店休息一下，下午继续。他们好像还有足球赛，风景倒挺好的哈，宁德这边。不过真的比山西真的热多了，我们福建省。啊。待会儿见。幺幺，幺幺在这里。哎呀，不住！哎，哎，啊，真是！看看外面有什么风景。哎呀，还不错。都是工地，美食广场。好棒，好大的操场，不过好热啊！哎，继续拍。效果不错的哈，一个下午拍，现在拍到了5点多吧，然后晚上应该还要去 KTV， 好开心啊！20年的同学聚会啊，真的很难得，还能聚到这么多人。小米平衡车还不错，转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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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喂。中字，哇，好快呀、啊！
666，刹车。哎呀，豆腐又飞机又这个低五的，还有小猪炮，哎呀，对啊，所以这事不好干。我准备去卖茶叶蛋。就叫外面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是我们九七文秘相识20年第一次聚会。哇，宁德万达这边的夜景还是挺还行哈，底下车水马龙的，不错不错。他们继续去 KTV 了，我们回酒店睡觉了啊。